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半仙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谜语世界。有个小伙伴做了一个极限生存加万能土块，问我能不能一次性打完所有 BOSS。既然都这么问了，必须得安排一下。进，噔，哦哟，咱们先去挖点土块。走啊走，走啊走，走到外婆桥边。OK， 再往下面来一点点。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要来个怪物，直接把我给咒死了。哦，有，你看还有钛合金铲，不过已经不需要了。嘚儿，嘚儿，嗯，哦，我应该这样一点，满背包都是。biu biu biu， 走，咱们先进来，看他这个万能土块到底万能不万能。我点，哦，这边是神器吗？就普通的铲子，大宝铲。这边钛合金镐，哇塞，还有地形编辑器。我看看有没有香香，给我来个香香，我要把这些东西都给放进去。有的，储物箱。点，这个不需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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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需要。不需要，不需要，不需要，咱们只留几个就 OK 了。先来一身极品装备 ，OK， 点装备的话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边昼夜烟花、禁怪烟花、棒棒糖斧，我不要。地形编辑器拿一个。哦，这还有方块复制器，这还有二级传送舱，地心之眼都给我们搞进来了，这还有那么多星星礼盒，可是这是极限生存，要那个好像没什么用。再往下面找一找看看，星能矿、蚕丝玛瑙，哦，星战能源核心，来一点点。刚拿着这个了，我记得还有一个站呢，站在哪里？找不到。哦，火箭背包。哦哦，这怎么还有透明玻璃块？装备里面，火箭筒有没有超神器？传送卷轴，这里面有传送卷轴吗？二级传送舱，升级元件 A 型，这根本就没有那个，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星星礼盒需要木料，获得那么多个星星，没有见过的道具，咱们得点开看一看，万一是个神器呢？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炸图神器，钻头材料。这边也没啥了，先把这些装备该穿的给穿一穿。点，我让你下雨了吗？你就给我下。叮叮叮叮叮叮叮，咱们要去打第一个 BOSS， 先下来。有了这些之后，还是把装备给附魔一下比较好。附魔啊，对啊对，点，然后找到一个这个，哦，这里面有钻头更方便。铲子、链锯、这个叫做什么？什
先把它给撸了。星战控制台，我搜一下，星战。果然是没有的，作者你说好的万能土画呢，这哪是万能，不过问题不是很大，咱们有这个可以给它稍微复制一些。火箭背包 One Two， 哈哈哈，要多少有多少，挖的有一点点慢，把这个特长给它换成勤劳。咱们想要一命把所有的 BOSS 都给干掉，我感觉附魔真的很重要，所以咱们一会儿得下矿。咱们再研究研究这个，天黑了，丢东，哈哈哈哈，这还真的可以用，那它可以用的话，咱们还下什么矿啊？直接找自然方块往下面拉，去找一些，不是这个，神圣果实、烈焰断剑，这些还都有，这些宝座都给我们准备好了。打完所有 BOSS， 那我们就省得去找，火山了，这个液体方块，功能方块，这里面还有好宝贝呢，还有这些蛋，然后还有披萨，啦啦啦啦啦啦！我是麦博的小行家，看看还有什么好玩的，咱们通通都拿出来。鸵鸟蛋，自定义，哎，那他这个就很奇怪，这里面，哦，搁这儿呢，攻击符文矿石，然后防御符文矿石，效率符文矿石，先来点防御的，防御的选择这个长宽高都来一点点，啊彪啊彪，退出，右键对准它，崩沙卡拉卡，你下来！哎呦呦呦呦！哎呦呦呦呦呦呦！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咱们现在不是有这个万能期货石了吗？然后拿出来这个，拿出来这个，嗯。然后再拿出来这个放上之后，放往里面给放上，在这边再给它来一个，这箱子里面啥也不是，啥都没有，那咱们还是老老实实在这边凿吧。哦，这里还有披萨，有了这个披萨，咱们还害怕掉血吗？哦哦哦哦哦哦，又是万能激活石，现在21个，再撸一点点，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。哎呦，他还知道躲起来，还跟我玩小心思啊。这是不完整的工作台，完整的工作台可这儿呢，然后还有一个跑雷块，这个呢，这就是普通的彩弹枪，
雨林之眼，打羽蛇神的。这武器也就一般般。打开放丧，我看看这里面有没有附魔台。附魔台，附魔台如果没有的话，咱们用这个好像是可以给它搞出来一个。二键，它属于功能方块，这也不对，它这属于做出来的，这好像还真的没有。什么万能方块啊？这也不万能，骗人。装饰都得研究好。灌汁。敲黑板，划重点，这边一定得仔细。锅了，灶了，功能方块没有，没有的话，咱们自己想办法。点，道具里面没有的话，咱们自己做。符文台，符文台需要密银，还有创造晶体。创造晶体，咱们得去撸那个叫做烈焰星人。说起烈焰星人的话，咱们可以搁这儿。刚刚还发现那个台子呢，给它去刷一些，我看看怎么去给它生成。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也不是这个。这也没有，那也没有。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多去复制一些？有了这个东西，不去复制亏得慌。对，他不是说需要传送卷轴吗？传送卷轴，我提取一个。有了这个之后，打开，然后装备里面。它是一个插件包，修改过的。传送卷轴乘以三，可是他忘记把传送卷轴给放进来了吧？搜都搜不到，玩个锤子！小心！磨刀不误砍柴工，所以。咱们这有事情要干了，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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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烈焰星，哎，没武器，下来下来，我看他这个武器装备里面，能量剑64把太多了啊，来一把就 OK 了，这些居然不会直接给我们。弩也需要咱们自己去撸，过分，好吧。不过由于时间关系，咱们今天就先玩这儿了。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就下期再见。下期咱们就要前往烈焰星，然后去做一个符文台，把全身的装备都给附魔一遍，这样打 BOSS 咱们胜算才会比较大。
好的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